八点呐！小雨，好蜜蜂啊！小雨，好来了，怎么是我？哎，你自己要站在那里的。好了，我直。Hello。哇呀！爆炸了！爆炸了！哎呦，我好开心啊！我一点都不开心。不卡什么？跟我们玩游戏他都不开心，哎、啊。为什么这么郁闷？因为巧克力欺负你。没有，他这是他是疼爱，这是疼爱。这是爱的教育。对我的欺负是收放开。好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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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听！太好听了吧，天啊！安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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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好？那我再带来一首海绵。可以不用了，可以不用了，可以不用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阿布斯很爱听，阿布斯很爱听。蚂蚁，你还没登录？好啊。快，你要被杀喽！你要被冲天机了，要被冲天机。妈妈说什么？太快，你们会卡卡的吗？不会，刚刚一进来一点点，现在还好。一点点，现在没。你在读图啊？我看看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哎呦，怎么？蚂蚁三分钟介绍。哦，有，等，三分钟介绍。你不要踩到这边，这边回头，回头。我是蚂蚁，我有惧高症。回头，回头，看向这里，看向虚空。嘿，哎呦，换衣服喽！惧高症，我的天。这个辅导创意呢，就类似歼灭跟王国看向虚空，这里有没有一样分两队对决？那获胜条件呢，就是获得到指定的分数就可以赢了。那获得分数的方式呢？我们今天玩国王，还是你们想玩国王还是那个啊？挖核心？什么国王？哎呦，繁星忘了祭司模式啊！那我们就打国王。国王我也没玩过。好。我已经好久没玩了。获得分数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对，有点类似那个王国之战，把对方的国王，也就是祭司给杀死，那你们那一队就会增加分数，1000还是2000？1000，对。那家里面也有核心，如果家里的核心被挖掉的话，那国王就会疯狂的扣血，就会呈现那个中毒状态。OK，所以你可以挖完核心，让国王中毒，然后发光，你就过去趁虚而入。对，那关键呢就是杀国王。对，那可以看到这个地图有没有两边中间都是空的，因为呢我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领域。我要创造飞过去。嘿，有看到吗？我是觉得你看后面应该看不太到啊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嗯，有没有两边中间都是空的？那我们过程当中就会创各种的岛，那就会慢慢的连接在一起。那岛呢最重要几个关键的、啊，你听听就好。等一下会有你的队友来创造，几个关键的就是加分岛分数呢。它有加分岛的话，它就慢慢的增加分数。就除了打国王之外，也可以用加分岛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项是绿宝石岛，就可以收集你们的绿宝石资源。绿宝石可以来买各种的装备。OK， 对。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，像是力量岛啊、回血的西瓜岛啊。都是很重要的，对，那你就要跟着队友一起走，就没错了，好吧？大体上就是如此啊。等一下有问题再跟你的队友 social。我们今天11个人，蚂蚁那队可以有多一人。好，是0.5的战力。那就让我们来准备随机分队啦。Okay。随机分队，分起来，分了，我在里面，分手啪啪，分了，好像可以哦，还行，像行吗？no， 你那边有作者吗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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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啦，试试看就知道，一猜就知道了，就知道啦。试试看就知道了。你这个笑，他有点抖，他有点抖。我没有，是开心啊，我开心的不得了啊！你确定吗？对啊，就欢喜耶哦。你开心就要开心，做高供哦。
如果那个波波换掉就更好了。不套没有，有了波波更棒。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刚第一句话、哦。好好好，那波波没有，波波没有。那波波来我们这组吧，我没了，变没了。波波来吧，波波来吧，七打四，反击过来，反击过来。哎呀，我们中间来一个什么岛呢？等一下我给你我们的稿子，你去挖核心。我们来留一堆水啊！啊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流水水，流水好像后水会中毒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就是要一直游来游去的，那好像有点可怕哎、欸。哦，那有点麻烦。那我们先不要打，中间不用打，直接嗨起来。哇哦！然后祭司就随机喽。OK， 好，直接随机起来。来模式，祭司模式，那就这样子咯。好 ，OK， 好，各奔东西。好，加油，拜拜。想要观众场的也可以准备就绪。发发，你没问题吧？发发可以啊，发发玩过那么多次。好。哦、oh, 嗯，他发生次玩那么多次，不是？卢米尼没问题吧？可以吧？我一定可以的。啊，你一定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也是妹子队啊，欧巴都会打掉，抱歉。哇，妹子队干巴得，来喽来喽！能够有这么完美的队伍，真是太开心了。是不是很贴心？我们是妹子队，走起！哎呦耶！哦耶！谁？是谁啊 ？Lumi。是 Lumi。其实也不错啦。我要干嘛？你先把铁给我，你先把铁给我。进去存铁，还记得吗？进去存铁。啊，对啊。Lumi下来，给铁给我，然后你就站在这里，快快快！我给你。站错地方了。啊，对。你们你继续站着，你继续站着。直接选箱子就好。对对对。我在发呆，唱吉祥物了。牛排在哪里？牛排。绿宝石。好慢哦。我拿了。要先选族种族。没有没有种族没有种族没有种族没有。先没有。种族先没有、啊，对，为什么没办法买岛屿啊？没有，我都已经买了，你不要再买、那个岛还没升，岛、我会买。好，你们先 先冷静， okay. 先等一下。好，我买一个绿宝石。对对对，我等一下那个会有附魔岛，你们就可以嗨了。啊，一开始的铁跟绿宝都不要用哦。啊，我们要核心，我们要核心。核心。对，我们可以有人先升那个。矮人30个铁进去升矮人，矮人就会有核心，那个很赚。那我先当矮人吗？好，可以。好。我记得他们有这边附魔岛已经出来了，你们可以先准备。有，它上面也有一个附魔岛，上面有个。来帮忙放一下核心。啊，这边有一个西瓜。矮人。你到时候也可以吃西瓜。你手上不是？我要30个，是我吗？小玉，你手上不是有那个吗？就是我记得国王会有，国王会有吗？国王，我记得国王会有、啊。上次小雨有当国王，来来来，没有，卢米，你把你身上的所有的核心都放在这个戒符盒，我跟你讲，啊，你们有30个铁去当核心，然后一个核心不是吗？我有核心的，我先去。你副手还有一个，你副手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有。你副手是什么？我就看着你。哎呀，原来是副手啊！他们被杀死了，他们被杰克杀死了。他们怎么了？为什么被杰克杀死了？杰克使用魔枪吧。好，我来放。卢米来，你箱子里的守护封石你可以拿，道具封石你也拿好了。好。HR 人可以站这边，你可以拿到超多。其他就是他。然后，卢米西瓜岛前面有一个行商。你到时候就可以买东西，就可以在这里买。现在没有 ，OK， 好，对，好的。啊，我这边也有个那个啦，附魔台位可以先站着。好，你要放石头呢？啊，绿宝石都先不要提领哦，我们到时候要把它升级。好。哎呦呀，哦，祭司模式预设就有，所以绿宝石可以用。哦，现在可以用。对，所以用爆啊，还不用爆，可以用爆，可以用。对，你们其实都可以升，你们都可以先当矮人，因为矮人会有经验。哦，
啊，那我也可以当矮人吗？你不行，你安静。你不行。铁呢？还有人有铁吗？可以分享吗？我这里我是巨蠢。有，我这里有铁。啊，没，三十个铁就可以那个啦，就可以转职了。三十个就可以换。矮人，矮人。我进不去。只是矮人有没有血会很少？好。二十七，我杀三个。对，但它会慢慢的自动提供。我这边有四个。经验值。不，我放一些在箱子。好。好耶！啊，绿宝都可以来买装哦。矮族，哎呀，有了。绿宝，超级小矮人。那我现在去买装好了。买啊，买起来！买，大买特买。买。啊，你还没穿呢，波波。没关系，你先呢。波波喜欢不要穿。我 OK， 你先。他喜欢被打得痛痛的感觉。搞。哦哇哦。OK， 你先穿矮人核心，我好多矮人核心，还有没放到核心的吗？没，好像都放好了。现在都放，等下一波升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继续。我二十五等了，二十五。铁交出来。只有十六个。好，我还十一个。哎，哪里？大家记得铁还要记得要存哦，我们这样才有更多的岛可以用。好。那我们等铁有更多再来嗨。嗯，外面我也有放那个守护者，守护者对，就可以保护。到时候想说左右各一个守护，多少可以帮忙保护一下，多少都可以变变变。家里上面有那个附魔的，对我站在上面。好哇，他们也都开始在疯狂附喽。好，哎，家里上面是几等的？也是初阶的，这也是初阶的，对，初阶的。都要等三个人才有办法升级。好，绿宝石。哎、欸，小心他们可能会过来哦！小心他们可能过来哦！有更多的岛了。那我附个初阶的好了。嗯。哎、欸，你附个初阶的。哎、欸，我的哎、欸，我的鞋鞋嘞。啊，你鞋鞋在你脚上。哎、欸，我的鞋掉我脚，哎呦！然后我穿上去。强冷，最强队伍，你好吗？强你用奇你好了，哇，两只血鞋，为什么？哎，就变一只了。显示 bug， 显示 bug， 上角铁，上角铁，有没有人有铁还没弄？没有铁，没有，二十二个，上角啦 ，only 一，哎。Only four. 我拿去存，拿回去存好了。对对对对，存起来，我们又有更多的，更多的岛了，岛屿的，存了吗？都存了吗？有存了。好，等一下要赶快再存哦，因为我们要盖岛，我们现在加分岛可以盖出来了，我盖左边。好，盖左边。好，想去。那我来放个核心。有最左需要。最左来了。我有核心。你给我铁，你就是收集铁的祭司，不拿铁给我。在中间。哦，气呢？这个祭司跑来跑去啊！哎呦，他们来了，人来喽！人来了吗？本金哦，要小心本金。两个哦。哇，他们是什么？三个哦。有，又跑回去了，又跑回去了。我可以买个盾吗？可以，绿宝石都可以用。都可以用，也可以买，也可以买弓，也可以买弓。要注意一些。Lumi 也是啊 ，Lumi 可以射弓。好。对。而且你也可以附那个、啊、很强的弓，你只是装备不能换，但是你的武器弓都可以用。有没有牛排？你跟 Lumi 拿。有中间。我还要吗？你可以分给我两三块。我这里有两块。我分你 BOBO， 我好棒棒。那你给发发，那你给发发。我们铁有这么少哦？发。有，我在这，我没动。